这一次2013年亚洲艺术双年展呢，它的主题是返常，返回日常生活，回归日常生活，反省日常生活，主要的是针对返常这样的一个命题啊，因为聚焦在主题当中，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啊。那从这一个主题的这一个想法，跟你仔细的观察，觉得它跟你日常生活相衔接的，或是不相衔接的，或是大意其道的，那总有原因，总有理由。那这个时候就是推动你的创造力。艺术家以自己的身体，在这样的一个创作的现场，能够做出怎样新的一个作为，然后这个作为又对整个社会的一个体制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变化？那这个日常生活对我来说，在这一次的主题以及艺术家的发展下，其实生活就是一个价值重新创造的一个现场。